吴建豪再战乐坛，今日顶着摇滚造型，在预购签唱会上大唱新歌，眼见现场挤满粉丝，让吴建豪只能在窄小的空间跳舞。不过他却一点都不觉得苦，还脱掉外套，引起歌迷尖叫连连。你也知道嘛，舞蹈的时候、跳的时候，就有时候会 improvise freestyle。That's my freestyle。对，因为空间太小了，有一点太小，可是我觉得到都还蛮舒服啦，对啊，就是至少这首歌大家也听得到、看得到，然后重点就达成了。吴建豪开心歌迷捧场，不过由他主演的戏剧《拜金女王》收视似乎不如预期，不过他一点也不在意，还隔空安慰好搭档熊黛林。我应该满意吧，我没有听到任何不好的，对，所以《拜金女王》我前几天也有看到，所以很开心。安慰阿令啊，阿令，不要难过，哦，不要难过，乖，这样。